想一下啊，什么两个小丑？五分钟，你会想去上，我来打野，他们两个下。行，你玩什么打野？你玩什么打野？我玩我可以玩这个吗？这个匹配，这个匹配是什么？这匹配是吧？这是不是？这是那个灵活排位。哎呦，我们担心这个干嘛呀？妈呀，这里有四个职业选啊，不好意思，三个职业选三手。个，不要乱讲，三啊，个，不好还有意一个，思，还有一个是那个搞笑主播，那个搞笑主播，搞笑主播，搞笑主播，三个职业选手。还有一个是地狱修罗，还有一个搞笑主播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忘记了，地狱修罗，忘记了，有个搞笑主播那兄弟，对，是的，三个的。谢谢小妖怪续费的战斧一个月，谢谢小妖怪，还有一个是地狱修罗之终结啊，地狱修罗之终结，不知道变 ADC 了，不知道呀，他可能是上路吧，不知道他。他没开麦，他们两个人可能在开麦去，不要打扰他们两个啊！哦，不要打扰他们两个，他们两个可能在一起呢。一个啊，我在心里你是什么主播了？但我觉得我说这个你可能会生气，我就不说了，好吧？你说嘛。别，我觉得真的不太好，真的不太好。弹幕一在我直播间刷，硬心是 PK 主播，我觉得这个真的不太好。别，我觉得他们还咱们别，我不想说这个。没关系。谢谢是松鼠续费一个月赚粉，谢谢。不，我真的不想说。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心态很好，是吗？你随便说，不是弹幕都不会生气。弹幕一直在说你是 PK 主播啊，什么这不。我都已经好久没 PK 了，什么 PK 主播啊？他们说什么大号打不过只会玩小号的那种主播，什么都没有操作，这种我觉得不太好吧？这种还是咱们我在说什么啊？我牙说他妈打过比赛的，什么呀到底？我觉得还是不要说吧，兄弟们，真的，朋友之间这种真的是不太好，对吧？行，我就不说了，还是不说了啊。嗯，别说什么，什么，真的不想说。但最近新一的心态真的是挺好的，这个确实有一说一，确实你们，哇，新一这个心态，哎，这应该对面，我操，完了，对面两个钻石啊，跟我对线的是钻石，我操，对面是代练，哪里玩不了，哎，我天赋怎么，对面中单阴逼哥，对面我跟我自己对线吗？哎，为什么乌迪人不能点大招 CD 啊？固定人不能捡这个 CD 吗？妈呀，上当了呀，兄弟们！他说你是变了弹幕了，你别变弹幕呀！我怎么可能变弹幕啊？我是变弹幕，我就是狗。我是那种人吗？亲？别变弹幕呀！人家都说你是编的。谢谢炫炫送了100个飞机，谢谢。固定人不能点大招 CD 啊！妈呀，我上当了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碾碎。这固定皮肤好可爱，兄弟们。这个单挑贼鸡巴猛，看看我的啊，打拳，看看我打拳，呜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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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看我的屋顶，兄弟们，好了，应该是跟他们两个应该开麦的啊，他们两个开麦，没事，大主播，上次我们怎么开，不方便。大主播跟你玩是一个荣幸，懂吗？是呀，大主播能跟我玩，那肯定是我的福气。说啥呢？这里有个微博热搜第二名呢，今天。大主播想说的说啥？大主播昨天微博热搜第一名。你是第二名啊？这么大的？林伟强今天不是啥都没做吗？你们微博热搜第二了。哇，心怡这么想的话，你是跟微博第一、第二一起双排。啊！哇！屌的，微博第一，微博第二，哇，心你开心死了，这个可以啊，可以，修罗，你是第几啊？我是前天的第一吧，林伟翔是今天的第二，恭喜阴逼哥当爸爸送了100个飞，谢谢，弱爆亮起来，把心一装弱爆。他弱爆，弱爆给我带来的。没有弱爆。我这个点赞没有弱爆，我是一个比较有素质。我有弱爆。哎，完了，我给别人亮弱爆，兄弟，我要被冲了。不是，我给对方六亮弱爆了。哎，不知道你是谁。阿乐也上过第一啊！啊，完了，哈哈！哎，好像是。啊。哦，真是，
是瑞兹那一天啊！别瑞兹了，你干嘛？什么瑞兹那一天？什么意思啊？你什么？翔哥可以大声一点吗？啊？哦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打野在干嘛？对面打野在做事，我们打野在哇，对面打野在抓我们阿乐的时候，我们上路在挂机，不是我们在哦，我们打野在挂机呢。哇，只会刷。星一这个打野真的是只会刷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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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还你我觉得你还不如玩冒险岛去了，星一 DF 冒险岛吧，RPG。你听我说，我们可以一起玩。我也要玩冒险岛。有你的瑞兹会刷吗？不是我瑞兹，妈呀，这你真是尬黑！我跟你讲，我上一次比赛瑞兹，我都没刷野，我都没刷补刀，我线都不是一直在抓人，是吗？哎呦，痛痛痛痛痛！你看一下比赛，妈呀，真是尬黑！我跟你讲，我上一场打比赛打 RNG 那场比赛，我什么都不是。以前也刷不少了，以前的。以前刷的不少，所以我现在不吃啊。我那把啥都没吃，妈呀！我线都不是，直接就游走了。反对。哎，蓝枪又去了，蓝枪又去了。哎，屋顶出。对面打野又在抓了，我们打野又在刷。不是你把线压在塔下，我怎么抓呀？这不是来了吗？越塔越塔。然后现在我们塔下呀。我们打野，我们打野就是不会越塔。我们下过塔。哇，我看别人。比赛的打野都是那个时候越塔的，哎，我们打野就不会越塔，我们打野不会越塔，就找借口，就找借口，哎呦，可惜可惜，哎，可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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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我们打野只会那个，哎呦，真的可惜，真的可惜，真的可惜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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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整个给，整个给，整个给，不要说了，再说新一要哭了，哎呦，上路被抓了要骂人呐，哎呦，骂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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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，哎信，能约中路吗？不嘛，我看一下，可以。我再来欺负退役选手是吧？啊，大明星欺负退役选手是不是？星星，哎，玩不了了，我说。欺负退役选手。南墙为什么打人这么痛啊？南墙吗？对啊。他出了装备吧？他出了装备吧？为什么？谢谢孤宝送了100个，这什么意思？兄弟哥。南墙为什么叫刘备啊？猥琐发育，别闹！干他，干他，干他！猥琐发育。别了，哎，南枪来了！我怎么又起来了？哦，这边南枪会给压力的，我看出来了，新高手。普通六级，凭什么这样打我呢？哎，赶紧帮一下阿乐吧！我来了，英雄登场！好了，我来了，你的宝贝来了。玩不了了，玩不了了。没事没事没事，上路越塔，越塔的神啊，毒硬币的越塔。打完闪就不来了，怎么玩？来了呀，来了呀，来了呀！来了，他没回。都回家了，等你来。妈呀，刷野了！你这是不是有危险？他只会刷刷刷刷刷刷刷。好了，我走了，拜拜。拜拜，哎，阿乐，拜拜，再见，拜拜，再见。这个别骂吗？打野，星野，打野呢？他在叫打野。打野呢？打野。阿乐在找打野啊。打野在路上。我们打野呢？我的哎，那没闪星。啊。我死了。死了。打野的野。被抓了。没事，星，对面打野是带电，不怪你。确实，对面打野有点猛。
不是你别一直搞我心态，林文强，我跟你说真的。哎，是不是林文强一直搞你心态啊，星爷？对，这个人一直搞我心态。哇，这一发我也觉得。有皮肤了不起是不是林文强？对呀、啊，有皮肤就瞧不起别人呐、啊，林文强这个人。不瞧不起我是不是？就我对林文强的人品一直都是哇，真的，星，你跟我想法是一样的，其实。对对对对对，哇。没事没事，我人品很低，素质很差。喂、哎。跟那个人学的。跟那个人吗？那个人是不是跟你一起打游戏的那个？人。叫什么来着？大逼哥。大逼哥是不是大逼哥？我好像认识那个啊，大逼哥，大逼哥，我肯定认识他的。干嘛这个使徒人？妈呀，你用的不是我的皮肤还装逼！我操，真痛去你们这个，我被他撞死吧！两下中，两下中，我在这里呢，哎，死不了，死不了，死不了！死不了，我也走，我走，我也走，不用怕了。我操！我妈越了没有？要不要推中路啊？可以可以可以。越了吧？再把他越了，把他越。我操！木头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哎，木头，哎，木头，哎，木头，木头，木头，哎，木头，哎，木头。排！我没排啊，距离不够啊。你撞他撞他行，他没到没了没了，直接撞啊啊！真的啊，相信我。打野在这，打野在这，打野真的真的，打野在这，打野在右边。知道了，李伟强。知道在打。知道了，妈呀，声音这么大干嘛？没吃饭吗？还是得中野联动啊。对呀、啊。哎！我操，打不过路人啊！坏！山哥，我 DF 反了，妈，刚才玩的东西不能用，你改了。哎呦，山哥打不过路人啊，这有点丢人的呀。确实，我打不过这个下路。你看我中路已经压了50刀了，开心死了这个乌龟。我下路，我毙了，毙了，毙了。我这乌龟皮肤真可爱，兄弟们。打不了啊！能打的，能打的，能打的，这能回去吗？哇！排在哪啊，打野？排在你心里。他如果敢推就杀，星星来来来来，撞他撞他撞！来来来来来，敢推就杀他。敢推就杀他吗，兄弟们？敢杀我的乐哥是吧？啊！杀杀杀杀杀杀杀！干嘛？干嘛？一个快把英哥放倒！干嘛？英哥，拍一下！单杀，单杀，单杀！单杀了，你想接吗？OK， nice， 翔哥。人枪没闪。OK。职业中野就职业上中野就这加起来三。什么职业上中野的妈呀，打野。职业选手就这。什么上中野妈呀，江中介。你们都是首发呀，我一个替补打野，退役的替补打野。还指望我带你们赢吗？哇！阿乐被你们打挂机了，阿乐被你们打挂机了。阿乐站着不动了，阿乐生气了呀！信，阿乐在泉水不动了。弟弟玩。阿乐生气了，乐哥生气了，乐哥。阿乐生气，在泉水不动呢。哎，信，我来了，掉了是吧？OK。打！来来来来，这个说实话，你真的没用。说实话，真的，哎，我跟你说，我这波团至少打了5000的输出，我跟你讲，真不骗你的。我刚打了5000的输出，真的。又被穿杀。真的。哎，乐哥怎么动了？乐哥。真的。乐哥生气了。他说阿乐掉了，好像掉了吧？他肯定不在家里打的，他应该在网吧中，也不在基地，他不在哪？他好像就回家了。哦，对，他真的掉了。我们打野对面打野膝盖。我们打野掉线了吧？
不是我那个刚搬家，这玩的不习惯。OK OK。玩的不习惯。哦，我们打野。哦，可以。OK， 可以理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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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以为掉线了呢。我换了个。他会回来吗？应该会吧。他还能回来吗？他还又回来。还能回来吗？等一下，我微信问一下，等一下，兄弟们，可以再重启。OK。不用我开秀了，兄弟们，我要开秀了。是啊，靠你了，英斌哥是吧？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我等我大明一出来就无敌了。哎，说实话，星，我觉得前面你心态被林伟强搞了，是不是？林伟强一直在搞你心态。是呀，这个。对呀、啊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兄弟们。林伟强这个人人品真的不行。哎，跑的是挺快的。哎呦！来了什么操作啊？有那么好笑吗？我很想知道有那么好笑吗？有那么好笑吗？是啊，我怎么以为？不是，我心里有这么菜吗？没有吧？不是，因为啥？你就疯了呀你！啊！哦，不行！哎，要被越，要被越了！我来救你，强哥！现在说你不是个人了！进回来，进回来！我先走了，强哥。Hello， 救命！那我们要不然我们投了吧，不丢人了。十五点。啊，现在投降太早了。怎么说？你看我干不干你就完事了。哎，不会我们三个职业选手加一个退役选手打不过吧？不会吧？我没输啊，我没输啊，我我也没输，我也没输，我中了压了五十刀。差距最大，我们看一下。我被小压一点吗？哪个位置差距最大？我们看战绩啊。被小压一点，是我中文不行吗？还是我中文理解有问题吗？我这帮人小烈是吧？小烈不双烈，是我的中文理解不行，感觉不算小烈吧？这被压了三级嘛，我觉得。差距那么大，小烈，妈呀！你这，哎，你怎么还跟他解释啊你？为什么还跟他解释啊？哎呦！打我！我怕他过来打我。哎呦，放心放心，这我这把必血。别卖我能打。好好好，我不会卖。我踢了林伟强。救！我来，我帮你。我有个建议啊。哎呀，可惜了，那我也点了。我第三个，第一把练手感，第一把啊，练手感，可以。哎，麻，赶紧过来麻。没人点啊，什么？我点了。差一票。哈哈，哎，第一把我觉得对那个第一把理解的能理解的，没事，挺好啊，第一把，我就第一把。五点是玩的不好吗？这帮有点没伤害呀，兄弟们，这个东西。五点长得跟你一样，我操！而且这个五点皮肤，妈呀，长得太丑了，长得贼丑，这个皮肤。